有人。你又搁这扒拉啥呢？丫头，一会儿不消停，你这扒拉啥呢？啊，我看你沙发给我扒拉坏了没有？来，沙发给我扒拉坏了没有？看下面有东西吗？下面没东西啊，你找啥呢？你是看这个沙发不顺当是吧？热不热？累不累？你别累死了，别中暑了。我给你开着空调，就让你搁这给家拆家呢，是吧？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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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你，哎呀，哎呀，拆家的拆得起劲儿的。你沙发给我拆坏了，我跟你说。哎哎哎，马桶，我靠，坏事！你把线给我刨出来了，这沙发的线你给我刨出来了，你想咋的？这沙发你给我拆了，我心疼不心疼？毛边都给我刨了，你想咋呀？这下面啥也没有，你找啥呀？你是不是拆家瘾又犯了？你三天不打你上房揭瓦，你想咋的呀？个星球换你啊？给我过来！耶、yeah ，还把脑袋藏起来？你打你的屁股？你想干啥？你不是拆我的衣服，你就拆家。我拆个衣服我就忍了吧，一个衣服不值个多少钱，你拆我的沙发什么意思？你看这下面有啥，你看看有啥，啥都没有，空气有啥，你拆啥呢？你那天天就知道拆家呢，你要气死我。你能不能给我消停一点？能不能消停点？我求你了，行不行啊？你在咱家你是这个呀，老大呀，给个面子行不行？不要太膨胀了好不好？再过分的话，我跟你说，我直接废了你啊！马总，我跟你说，你要再给我拆家一下，我直接把空调给你关了啊！你干啥呀？你干啥呀？你又跑这儿拆了，跑这儿拆了你啊！啊！这沙发招你惹你了啊？这下面没东西啊！哎，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哪有东西啊？啥都没有。你跟我说你拆啥呢？耶，扒了我手机！你个小骗子，你大爷的！哎呀，扒了我手机！哇，我看我屏幕碎了没啊？我屏幕碎了，我废了你马桶！我看屏幕碎了没？屏幕碎了，咋办吧？你赔我手机！你赔我手机！赔我手机！赔我手机啊！哟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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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哎，呀，还跟我打是吧？不是你拆家，你还跟我打架？你现在可膨胀了你啊！还知道天高地厚吗？还找得到东西南北吗？你说你这不安分的小爪子，你看看。咦，你看你不敢说这了，你再给我打，还手呢？你还还手呢？你挺膨胀啊你啊，个心球，累死你个边分了，这个傻子，累了吧？傻狗。